出车，又起来晚了，现在已经是7:30了。哎，每天真的是起不来啊，这大冬天的，发现我自己越来越懒了。我发现最近早上只需要拍这个防御措施啊，都不需要人脸识别吗？然后就可以出车了，赶紧起来跑出行分啊！我的出行分到今天为止好像是101分，还差29分。OK， 弄好了，出车。为维护，看一下订单怎么样。我现在不想要大单，早上7点到9点全部给我来小单，我要跑出行分。我头痛了，第一单又是逍遥负一。地点，请选择安全。现在是上午的10:20，我来充电站充电了。早上跑了2.6个小时啊，121。昨天晚上没充电，你看现在只有38%了，充到11点啊。我点了个外卖，这就是晚上没充电的后果，跑着跑着就没电了，怕接到大单，所以我就干脆来吃饭。充电一起，然后今天早上也是没有吃早餐，现在肚子特别饿，点了一个外卖，预计需要半小时送过来。我现在在这个狮子山充电站，这是我第二次来，这个充电站好像也没什么吃饭的地方。往那边走了大概400-500米才找到一个饭店，狮子山公园。现在充电的人还是不多，这边自助洗车还是方便啊，这里有一个，然后前面还有一个，可以同时骑4台车。这边还有一个休息室，里面应该有空调吧。哇，好暖和啊，这椅子还是舒服啊，空调也开了30度。出来这里还有一个自助货柜，零食种类还是挺多的，充电配置还是挺完善的，就是缺少了一个快餐店，没有地方吃饭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龙头可以接水，就像我们自己铁桶子洗车也比较方便。吃饭的话我就只能点外卖了，现在回车里休息一下。我是前天才洗的车，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。回车里，外面还是太冷了。点的外卖到了，但是这个红烧茄子，这个酱放的太多了，我不是很喜欢。哎呀，算了，将就一下吧。这个时候充电好贵啊，1.49块，我不充了啊，11点钟了，准备干活。充电又花了23块钱，充了20多电。开机，看一下下午的第一单怎么样。请在11:12到达约定地点。哎，来单了，去哪里的？一个小单，一个文字单哦。干活。送了一个3瓶，才42块钱。请提醒乘客。我去，前面这个大哥，跑T3的吧。没单哦，换个地方，准备去韩普上了。现在是下午的4:25，我现在在调度目的范围内，我估计今天这个低保应该是要拿到了，11块钱。这滴滴是要给我送钱嘞，要我开特惠，那我才不开嘞。低保是4:18到的，到4:28，还差2分钟拿低保。我就看是不是最后这2分钟给我派一个单，他最后要是2分钟给我派一个单，那我真的是要气得吐血。啊，低保到账了啊，11块钱。哎呀，我去，这滴滴是真的狠啊！宁愿给我送钱，也不给我派单。半个多小时了，你看滴滴给我调度到这种地方来，怎么会有单？是吧？这不是给我送钱吗？现在挪个地方，估计马上就要来单了。这就是滴滴一贯的套路。终于来单了，等了40-50分钟，来了。这单送完以后也要去充电了。他表导了16块，充电去了。1个多小时跑了一单，现在的话8个半小时，383。到充电站了，充电干饭。电已经充上了，只有32%了，干饭去。这个时候充电的车不多了，都走了，跑晚高峰去了。兰州拉面啊，饭也吃饱了，我也开机了啊，跑晚高峰。这个出行费还是挺重要的。刚刚接到单就打电话过来的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说你好，你需要我的单吗？你就不用往那个过厂这边调货了。好的。这种乘客就是好呀，是吧？他早过来的话也顺路吧，直接我就不用掉头。一天还多了一点这种乘客，那整个心情都愉快了。接着去啊，第一单是个蚊子的。
我今天又上头了，打了区域1小时40分钟，长安县雨化区宁乡浏阳，放弃了这试试单，不知道吃了多少次亏了，但是每次都忍不住啊。而且这应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啊，这应该是每一个跑网约车司机共同的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忍不住想要打区域打超顺。最后一单收车，不跑了，13个小时了，502，跑个5楼我就收车了，30单啊，今天跑的。今天又真的是一盘好棋被自己给玩坏了啊！我真的没想到晚高峰正店软件园居然没有去新沙雨花区的单，太搞心态了。我今天要是不找区域绝对能稳上6楼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我是小林，关注我，每天给你分享网约车的那些事，拜拜。